品房登场，欢迎。Thank you, all the dancers, 谢谢我们导演，谢谢。我感觉欢呼声还不够热烈，有没有更多的掌声和欢呼声来欢迎我们一凡，好不好？谢谢，大家好，我是吴亦凡。哇，我现场看到吴亦凡真的是帅到没朋友，是不是？那先跟我们现场的各位朋友来聊一聊，最近在忙点什么呢？最近在这个最近在忙什么呀？最近在忙一些秘密的一些工作，还不太能公布，比如说一些这个跟音乐有关系的，对，然后当然电影也有啊，然后现在。当然现在也在这个 Mixtape 魅夜啊这个发布会上面，所以说还是很充实的，过得是挺忙的，对。哎，那也想问一下吴亦凡，这次和我们的魅夜的合作感觉怎么样？首先特别荣幸能跟魅夜合作，因为魅夜一直以来这种就是喂是不是没电了啊？说到重点就把我给掐断了，对。因为魅夜它首先是非常专业，哎，感觉我一个人在说话啊。魅夜是非常专业的态度啊，然后这个各方面他们的这个工艺都是非常顶尖的，再加上呢他们是有这种，你在听我说话吗？再加上他们有这种非常追求不凡啊，渴望创新的精神，我觉得跟我自己很契合，所以这次其实合作我觉得非常开心，对。其实跟魅夜整个的合作，包括一开始最吸引我的，其实就是当然第一点啊，是我非常喜欢喝cocktail， 就是所以说能够跟 Mixtail 合作，我觉得是对我个人来说我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我自己私下的时候啊就可以直接就是 Mixtail 了，就可以喝魅夜了，对，这第一点。第二点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好喝啊，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工艺非常的好，再来就是真的是这种啊。后面不要拍照是吗？再来就是他们这种这个特别追求不一样这种啊渴望不凡的精神跟我很契合。渴望不凡的精神，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对渴望不凡的理解吧。我觉得其实因为我觉得这一款酒啊非常适合现在年轻人，对，就是在座的各位都很年轻啊，就是我觉得这种年轻的时候应该尝试一些新的东西，那渴望不凡呢，我觉得就是敢于去尝试，敢于去突破啊，对自己有自信，然后去在这个找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啊，去创造一些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些不平凡的事情啊，是渴望不凡，对。那我们在我们今天现场正式发布的非凡大都会，那这款鸡尾酒和以往有什么不同呢？首先它的这个我觉得口味是一个重点，对，因为咱们喝鸡尾酒喝东西肯定是要好喝嘛，对，所以我必须要推荐给大家，是因为它非常的好喝啊，真的是入口之后是有这种特别清新的一种感觉。然后再来呢就是说我觉得它用了这个铝瓶的这种包装，这种还是非常少的啊，非常的独特，所以说这各方面我都希望推荐给这些不管什么年龄段啊，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对，我知道现在大家都喜欢追求不凡的生活，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都跟随我们吴亦凡一起来追寻不凡，去突破，去创新，好不好？所以记得都要来喝这款酒哦。好，那接下来呢将会邀请大家一同来欣赏一段 video， 这段 video 有什么特别，有什么不凡之处呢？稍后为大家揭晓，先请看大屏幕。我是吴亦凡，来拍我。现在这个时刻不放任何人啊 ，OK， 明白。无论是谁，现在不放任了。
看清楚啊。